谢谢看看阿萨好像好点些，刚才喝大了，去倒水的时候摔了一跤，被亲妈嘲笑了好久，咋妈妈可以给个安慰的亲亲，你亲妈都嘲笑你，我也要嘲笑你。但是你喝大了，你亲妈居然不说你了，我感觉一般的父母不是都很讨厌小孩子喝酒吗？对吧，我感觉一般的父母你听到自己小孩喝酒了都会生气的。为什么你妈居然还嘲笑你？不会你跟你妈一起喝的吧？都是成年人，喝大了就喝大，小心把腰子喝大啊，肾结石。听鬼故事回来，我现在吓得要死，在家里走路都不敢回头。那你是真的胆小，我是那种看完鬼故事看完恐怖电影还能悠闲的睡着觉的那种人。谢谢金华整活爱好者阿淼的 S 呀，来了。猫猫老师的猫猫耳朵呢？藏起来了吗？我不是猫猫耳老师，也没有猫猫耳朵。再说了，戴上我的兜帽，就算我戴着这个兜帽，你仔细看一看我左边是不是已经有耳朵了，你看我右边是不是已经有耳朵了，是吧？我左边右边都有耳朵，对不对？什么生物会有四只耳朵啊？你说是不是？你觉得会有生物会有四只耳朵吗？感觉我有点落枕，我坐着有点落枕了，这正常吗？哎，好疼啊，好酸呐、啊，好疼好酸。二次元是这样的，我才不信。那他们都是基因变异了。